下一题，如下板垂直穿过有三个罗盘，然后问谁的叙述是对的？谁的叙述是对的？啊，哪一个叙述是对的？噔噔噔噔噔噔，哪个叙述对的？来，可爱小女生，本人号。八号有来吗？八号，你要对我微笑、发呆，然后不会，没关系。A、B 出错，我等一下问你，我要问你要怎么变成一回事。然后呢，可变电阻往 M 移动的时候，经过的电阻会变短、变小。所以电阻变小，电流会变大，电流会变大，磁效应会变大，磁场角度、偏转角度会变大，所以 C 是对的。可是我们的 A、B 柱是错的，那要怎么改呢？他说，假罗盘的磁偏转角度最大，错，那是谁的最大？乙还是丙？然后它会偏转几度？假如我的地球，我们的电流的磁场远大于地球的磁场的话，那它应该是谁偏转最多，然后偏转几度，去比一比就知道了，去比一比就知道。这回来，大帅哥，大帅哥，帅哥叫做32号，护理是32。起立，谁偏转最大？就只剩两个嘛，乙或丙嘛，就只剩乙或是丙嘛。乙呗，好，请坐。乙的答案在最后一个出来的。你用手去比这个电流是由下。由上而下，在它的后面靠纸的这边，它的磁场方向是向南，所以电流要我指向南方，地球要我指向北方，电流磁场大，所以它指向南方，所以它偏转180度，所以 A 错了。 B 也写错了，他说把假罗盘往垂直，你懂意思吗？一条线旁边放一个针，然后把这个针顺着线的方向直直的往上抬，然后他说我们的指针角度变小是错的，那就是变大或者不变，那它应该是变大还是不变呢？它应该是变大还是不变呢？然后为什么变大，为什么不变呢？九号 ，nine， 九号。你觉得是变大还是不变？想不出来。好嘞，答案叫做不变。你这个图上面直直的往上抬，它跟导线的距离没有发生改变，所以大小没有改变，所以它不会变。OK。最后。乙罗盘磁针不偏转，因为磁场为零。这个写错，可能错在不偏转是错的，有偏转；可能错在磁场不为零是错的。那我已经明示你了，不偏转是对的，不偏转是对的。那为什么不偏转？为什么不偏转？来，帅哥男。23，起立。为什么不偏转？后面的，起立。为什么不偏转？不要讲话。好了。该出磁场是零吗？请坐。他跟你讲说，该处磁场为零是错的嘛？是因为方向一样。
你用那个安培右手定则，就会发现那里的电流磁场方向指向北方，我的恩极地球要我指向北方，电流也要我指向北方，那我当然就指向北方啊，就不会偏嘛。所以它是因为地球磁场方向跟电流磁场方向是一样的，所以它还会不偏。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简单小练习， OK 吗？ OK。